据台湾某媒体报道，韩流原组偶像 HOT 队长文熙俊要结婚了。文熙俊24日在官方粉丝页亲自分享喜悦，即将成为人夫。据韩媒报道，新娘正是 Korean Pop 成员赵玉，她晒出文熙俊的亲笔信。赵玉1991年出生，比1978年出生的文熙俊小13岁。文熙俊所属社方面证实了文熙俊和赵玉结婚的消息，并表示2年前开始，两人是在同一个领域，关系不错的前后辈。今年4月正式开始交往，大概明年2月份结婚。文熙俊24日在官方粉丝页贴出自己亲手写下的信件，分享即将结婚的喜讯。文内感谢歌迷了一路支持和陪伴，因此希望亲自告诉粉丝我要结婚了，特地在团体20周年说出喜讯。另外，赵玉目前传出恐慌症，暂退演艺圈，24日爆出结婚喜讯，他也出面表示结婚不是终点，未来还是会继续和粉丝见面的，以报答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爱，谢谢大家。크리온 팝이 앞으로 여러분께 더 많이 알려주고 크게 성공해서 많은 공연과 많은 사랑을